我觉得会很好笑，我已经抢到好笑的感觉了。他可以卡在我头上。好了吗？健身章，来，一二三，十一十四二八婆 besties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明轩，我是洋洋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测试一些东西。抖音上那些看起来很神的那些美妆神器，真的那么厉害吗？就是那种。一个模子，然后一涂你就可以帮你完整的形状。对，那眉毛啊什么的，你这个随便画一画，你就一个欧美眉，有那么厉害吗？实测看看。我们来买看看。嗯，我们呢之前已经先买了眉毛的产品，对，先看一下我们上次用眉毛产品的感觉怎么样。好，我们今天买的这个叫做画眉神器，它这个呢一款里面有八种眉毛的形状。嗯，你如果不会画眉毛的话，你就新手的话，你就照它这个描就可以达成，就是你想要什么形状眉毛就可以画成功了。我们来看它到底有没有那么强。对，然后还可以顺便看看你最适合哪种眉毛。哦，眉毛呢现在都是没有上眉笔的状态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呢都有做过雾眉，对，所以都还是有一点形状。嗯，那我们现在先。一人测一款好了。好，它总共有八种眉型，你想要试哪一个？一字眉，拿给你一号。那我想要试一个那个欧美的高挑眉。哇，它这样压着画，但每个人的眼距又不一样。哎，这种画眉毛方式有够无脑的哎，好难画，因为我遮着根本看不到我的脸。平常画眉毛会看一看，就是跟旁边有没有平衡啊，或者怎么样的。而且你这样手很 K 哎。我觉得会很好笑，我已经抢到好笑的感觉了。他可以卡在我头上。好了吗？健身章，来，一二三。远看这种看不出来。你看，超衰的。好像还好哎。好奇怪哦。我也很奇怪吗？眉头刷淡一点看看。它形状很奇怪，我照着这个形状刷一下。它的高挑眉也没有多高挑啊，好衰啊，而且边边超不利落的，看起来很像某个男人呢。用眉粉搞不就会比较自然。你好衰哦，你被谁骗钱？不行，我们要再试，先卸妆，再来试第二个。好，那我们要来继续尝试其他的眉型。好，那你来个女主眉好了，女主，我来试个韩平眉哈，好了吗？这个画面真的非常荒谬，我又卡住了。哎，你可以卡住哎。好，那我们拿下来喽。见证奇迹的时刻，一二三，当当当当，好像比刚刚好一点。你看他的平眉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来，我们把它刷刷头一下。我真的救不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蜡笔小新还是？毛虫，超夸张的，放了一块海苔在我眉毛上面，我的眉尾比眉头粗哎。What？ 我的好像可以哎，好像可以哎，我的可以哎，你就是女主眉啊。它有比较E的类型都会出歹机哎。对啊，我觉得还是直接用手涂比较漂亮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啊！这是乐透没中奖而已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再签好不好？再签。好，好嘞。好啦，鸡肋好不好？超级鸡肋。如果你会画眉毛，你根本不需要它；如果你不会画眉毛，你用了它，你还是不会画眉毛。觉得烂，没有用，不要买。嗯 ，OK， 大家都看到了。我们呢，觉得只测眉毛不准。对，我们还有一些眼影，我们不死心啊。对，眼线你要来测试看看。来，又买了，买来就是这样子，简单两片东西。还有眼影，它一组是有六种，它是一个组合的，这两个这样的形状，我觉得这个感觉会比较好用哎，因为它是软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之前先测的那个眉毛的，它是硬的，然后压在这边还有硬。对，然后像我们的眼线这个也是软的。他感觉比较容易成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大概把眼影跟眼线卸掉了。嗯，我们就来实测他的这个到底好不好用，眼影到底好不好用。我们都用这盘那个 E2 House 的眼影盒，它是四个颜色的，它可以刷出三种眼影的形状。嗯，那我们就一人一个。然后啊，它这个上面呢，有一些请问要画在眉毛上吗？
点应该是你要对在你的眼头跟你的眼尾的。加油，画到眉毛上，听他的，人家是神器，要相信他。好，画在眉毛上，帮我画。这个就是一个肤色的打底。好。OK， 肤色没有什么感觉，肤色没什么感觉，就算打在眉毛。那我们就继续做第二个，你的第二个是这个，眼头，这自己要怎么对啊？这个啊，会让你的粉就是飞的到处都是哎，因为你如果你画到，我的天哪，这个粉都到鼻梁上，然后这旁边一圈超深的，最后。重点是它没有符合眼睛那个弯度啊！是不是做给外国人用的？又是做给外国人用的。我来对好了，你闭起来就好。这样没有对到吗？没有。那这样要怎么自己一个人化妆？加油！可是这个太软了，也是很难用哎。对，这边有一块白白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它没有贴紧睫毛哎，它完全贴不到，好不自然哦。不懂。行，这个要打墙，而且你这个没办法自己涂，因为你自己对位置你就很难画、嗯。那请问要这个干嘛？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们一样，先尝试自己对位置。嗯，是这样吗？好远哦、喔，这样很像脸被打肿哎、欸。来吧，你有拿最大的刷子吗？这是最大的，这是最小的。来，嗯，对。可怕的地方好像是洋洋不认识刷具。好、嗯啊，没有画到眉毛哎、欸，因为我的眼距比较宽。哦、oh, ，对我跟眼毛，我跟眼眉，我跟眉毛比较近。我还玩着色游戏，真的有一点那个印子哎，就是你这样压久了，它有点硬。Oh. 你这样挤出你的眼皮，觉得很可怕，感觉是水肿。它超抛的，它的分层超级硬的，它就有一个很不自然的一圈呢、啊，很不自然的一圈，而且这边边呢，嗯，这个都会卡粉的。对，不然就是它本来就是要我们把它扫均匀吧。有可能，这是我最后一个。好，好诡异哦，等一下，感觉像被打，你知道干嘛？好像被打哦。对啊，一圈是怎样 OK 吗？这个很奇怪。OK， 要刷开吗？刷开好了。有好一点吗？张开眼睛的时候。有啦，有吧。张开眼睛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。正常，嗯，可是闭上眼睛就会觉得它的线条很怪，但就是很没有必要，这个真的不行呢。而且那下面怎么办？下眼影没有的话，走开，打枪。而且这弄的脏兮兮的，粉都在那卡上，然后卡在那边，我觉得我衣服上好像都是粉，它会让你的眼影呢消耗的非常的快。我们现在呢有两种眼线，一种呢他说是猫眼。是这样吗？应该是猫要猫成这样吗？我觉得它要猫成猫成这样吗？这样有没有？但你的眼睛被压得很可怕，这就是一个浪费眼影，然后浪费眼线的东西啊。对啊，我可以用三个月的东西被变这样子，用一个月。天哪、啊，好浓哦！有啦，我觉得有欧美的感觉啦，有啦，有稍微一点。可是它这个形状就不是我们眼睛的形状啊！我眼睛变这样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哎、欸，太困难了。好，我用个猫眼，不管了，我只看得懂猫眼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亲身试验，然后告诉大家不要想要用这种掏假包的方式，因为它真的是吼没有什么好结果啦。自己照实力画出来的会比较好。好长哦、喔，它就这么长、啊，好奇怪哦、喔。你画到太阳穴了，我太阳穴在这边，太多了啦 ！Oh my god， 这个真的不行。我觉得我在浪费我的眼线液，没错，快干了。好凶哦、喔，有吗？请问这到底要给谁画？好啦，它唯一一个就是优点，就是它可以给你一个。停止的地方，如果你画下眼线，你不知道它会不会画出去的话，你可以画，就它可以停在那。啊，太奇怪了吧？这样遮住，遮住。所以这样看我们如何？我眼睛就这么大。有啦，我们眼睛有放大的效果啦。有吗？我就有吧。好，就是结论大家自己评断好不好？就是你在网络上找到这些所谓就是化妆神器。唉，对啊，
来说都垃圾。没错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浪费时间呢、欸哦？哦，浪费我们的生命。真的是浪费钱呢、欸。好了，大家撕掉它。撕不动。你、欸、可以可以，一点点。哇！撕不掉啊！这到底可以拿来干嘛、啊？撕不动啊，算了啦。还撕不动，不要浪费，不要浪费你的力气。好。总之，我们今天就是试了这个所谓的抖音神器，然后发现它非常的废、烂、烂、糟、渣，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不要浪费钱，不要浪费钱。嗯，好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一个喜欢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并且开小铃铛。有什么想说的话，需要我们做的事情，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绝对不要忘记发我们 Instagram、Facebook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